委员会现在举行开会，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质询。今天进行立法委员个人质询交通组的质询，现在请纯文学生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院长、行政院陈院长、各位长官、本院各位委员，大家早安。首先有请行政院陈院长跟交通部毛部长。请。哎，陈委员好。院长、部长早安。早。我想，没有国哪有家这首爱国歌曲啊，我们都耳熟能详。那么这首歌啊，在台湾的同胞跟马祖的乡亲心情的写照是不一样的。我们想当年台湾这座十大建设，我们马祖人在拿着枪杆子，我们挖战壕，我们在抵抗敌人的侵略，保卫台湾的安全。我想各位长官在这一点对我都能够认同的。那么到现在，台湾在做高铁，每一公尺多少钱？好几亿啊。今天对金门马祖的建设，我想院长刚刚上任，我也是新兵，我想我也不忍苛责，院长最近辛苦了哈。那么我这里呢，拿出几张支票。我想君无戏言，院长是读书人，这个道理我想您应该能够了解吧。是我那个跟陈委员报告，我不敢用君无戏言那个君字，因为那个是意义非常重大。对，现在已经民主时代了哈，不是皇帝。我第一个这个北竿机场啊，是我们马总统对马祖乡亲的一个承诺。这个事情发生在4年以前，我想总统的承诺，总统亲笔签的字，啊，这个在行政院、总统府、在交通部，这个列为重大政策列管的嘞。4年过去了，那天我据毛部长告诉我，期末评估报告还在民航局，那可能到了交通部没有，我不知道。所以在这边，我特别拜托院长，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承诺，因为马祖的乡亲对中央的官员到马祖去已经不太放心安心，很多的专家到那边去，老板也认为所谓的专家就是专门骗人家，所以我希望在这半年里面，院长对南北竿机场的一个改善如何去做，很明确的能够告诉本席，最好用书面的。我想金门有物不能飞，金门已经改善了，澎湖也花了10几亿，也已经在整修，但是我在102年的概算里面看不到任何马祖改善机场的踪影。我们回顾85年，民国85年，我们现任的马祖杨县长飞机降落在海上，死了5个人，牺牲了5条性命。民国86年，国华空难，我弟弟全家5个人，我带着5口棺木出殡，何其残忍啊！所以交通部在那个时候决心要盖南竿机场。雪森在民国90年县长上任，第二年马祖张灯，马祖所有的老百姓张灯结彩，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南竿机场启用，南竿机场是一个全新的机场，到现在我们也知道是一个全国最烂的机场，全国最烂的机场。所以那天毛部长告诉我，我们中央对马祖的老百姓
也应该有一个交代了。已经十几年了，已经十几年了，到现在为止，我想国家花了很多的钱，用在十大建设，用在公共工程。我想马祖也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拜托部长、院长，尤其要重视。那么不管是山西也好，多少也好，马总统前几天、上个礼拜、前几个礼拜到马祖去巡视，认为说经费太高昂。我记得前面苏贞昌院长的时候说：“学生啊，我对你们马祖人啊，我钱多给一点没关系，我对你们好一点没关系，你们会不会支持我？”我想，苏院长哈，他答对了，马祖人不会支持他，所以我想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对马祖人要好一点，不管怎么样都是深蓝的一块。学生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有情有义，拜托院长跟部长。第二个是我要谈的是马祖到马尾的小山东航线，这个航线已经试办十年了，这是一个失败的政策。当初也是迫于无奈，马尾是过去现成的军港，那么在大陆沿海没有任何的港口之下，我们马尾到马祖航距32公里，航程1.5个钟头，这个如何形成一日生活圈？所以毛部长那天告诉我，目前中共希望南寮渔港为平潭跟南寮的一个直航的一个客户，是新竹市。对，我希望不管小两会也好，大两会也好，在这个方面给马祖一个生机。现在他们海基计划实施以后，马祖完全全面的被边缘化。所以前几天卫视记者访我的时候，他说金烈大桥新建，委员有什么感想？我说我非常替金门人高兴，金门人多年的梦想总算实现，金门人从一个实验的白老鼠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老鼠，马祖从一个实验的白老鼠现在已经变成一只死老鼠。马总统到马祖去，我请他到街上去看看，百业萧条啊，百业萧条，全部的重心全部偏离了。所以拜托中央政府对马祖要给予重视，将来在谈判的时候，黄旗到马祖航距8公里，航程20分钟，可以形成一日生活圈。所以我想我去当县长的时候，我到福建省去跟他们洽谈非常的久，也谈了多次没有结果，唯有透过政策才能够实现这个梦想。我想马祖是以前是反共的跳板，现在也还是屏障着台湾海峡的安全。我希望政府跟对岸在谈判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东引，是我们离岛中的离岛，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我们东引的交通，马祖的交通，我们中央都应该负起主要的责任。前几天我跟毛部长的谈话里面，毛部长告诉我，交通部对离岛的交通，尤其像东引这一个区块，着重在海上的船只，用船来运输。我想院长刚刚上任，毛部长您，我请问您，您知道吗？东引对外交通，海上东北季风很强的时候，最长中断的时间是几天？您知道吗？请委员指教。您可能不知道哈，最长是12天，常有的事啊，12天对外的交通中断，当然不能讲与世隔绝了。现在因为电话系统非常的通顺哈，在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所以金门跟澎湖，金门现在用713洞帮忙带救护的任务。那马祖呢，我们因为机场的关系还有人员比较少，
所以目前呢，我们还是用中兴航空的。中兴航空是一个非常小的直升机啊，在海上可以说险象环生。你看前几天，中华民国最好的直升机啊 ，C，S 摆动 C， 我曾经坐过，是最好的。我坐在上头觉得非常安全的，尚且失事。所以我跟院长，我跟部长报告，你们天气最恶劣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坐中兴航空能够到东引去一趟，去马祖一趟，不要坐立龙的航空啊，你们坐这个直升机啊，让你们去体会。我常常公务也借这个直升机啊，也常常来来去去。我记得上一次马总统第一次竞选成功，我带着所有的议长议员，我就坐直升机过来，非常的可怕，心惊肉跳。所以平常我上直升机啊，不是妈祖娘娘就是阿弥陀佛，我拜托。那天部长跟我讲说这是卫生署的职责，我想在行政院的体系啊，我们大家不要去推卸，不要去推卸。目前我们中兴航空一个月大概是500万，一年6000万，卫生署补助的一部分，交通部应该在这一个部分呢、啊，也给予编列补助的预算。我在明年的预算里面，大家说中央对马祖非常的好啊，据我了解，交通部观光局预算砍了一半啊，交通部观光局，福建省政府补助款也砍了一半，越来越少了啊，越来越少了。马祖不像金门，他有个酒厂啊，他酒厂一个月赚8-9亿，马祖呢就是赚那么1亿多。所以这个直升机的问题是我们离岛的痛，是离岛的痛。在东北季风很强的时候，交通中断的时候，我想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在此也很沉重也很郑重的跟院长跟部长报告，您不要认为这是儿戏哦，我想出了状况啊，出了事情啊。陈雪生第一个，我宣誓下台，我宣誓下台。我想部长也好，院长也好，你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努力。到时候不要说陈雪生下台，你们也要跟着我一起负起政治责任。我想这一点是不是请我们院长或者部长给我们说明一下？好，我想跟陈委员报告一下啊。您刚刚提到3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谈到这个北竿，总统对北竿的承诺哈。那我的了解是，北竿和南竿的机场，实际上这个总统都非常关心，所以基本上目前交通部在做一些评估。那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评估的报告的最后的结果，如果有结果以后，我们一定会有次序的哦，有节奏的来处理这个北竿机场的这些有关的事情。第二个，您提到这个黄旗跟马祖之间交通的问题哈，那刚刚非常善意的建议说，是不是提到一个某一个层次跟对岸做一个谈判？但是我相信啊，做谈判之前那个基础的分析工作也非常重要。那目前来讲，我了解黄旗那边的条件啊，那个整个的这个基本设施的条件啊，并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的了解正不正确，我觉得可能我们要进一步收集资料，因为即使在谈判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对当地的条件有个了解。那提出来那个建议啊，那对方才会觉得比较尊重。如果我们提出来建议本身那个基础都很脆弱的话，对方他尊重的可能性就不高。所以这一点我想也会麻烦交通部收集一下有关黄旗那边一些基本设施的资料，做分析以后看看是不是陆委会那边提出来做一个这个双方来洽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的。那最后您提到的这个有关这个那个是跟东引的部分那个直升机的问题哦，这部分我比较不了解啊，是不是麻烦那个毛部长可以简单说明一下？是不是跟院长报告，在一个月之内啊，您责成交通部跟卫生署啊，我联席啊开一个会啊，开个会专门针对东引直升机的问题，我们也请连江县政府派人呐、啊，连江县议会派人啊，那我们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可以不可以？没有问题，我想我交通部我们来主动请卫生署一起参加。好，谢谢部长。刚才院长提到南北竿机场改善方案，您说期末报告
我跟院长报告，这个案子已经现在进入第五年了，您总不能说我们马总统的承诺你等到他任期结束以后再告诉我们答案不好吧，是不是？我们马祖乡亲，我们马祖乡亲对马总统真是爱戴啊，真的是这样。我希望啊，这颗心啊不要让我们冷了啊，不要让我们冷了。我想有机会院长回去查查看，历年我当了八年的县长，补助款给我们最多的是民进党，不是国民党，我都不好意思讲。我想国民党对金门马祖的老百姓啊真的尤其要关注。我们听到金国先生的事迹啊，老百姓都会哭啊，会掉眼泪啊。所以今后的执政者，我拜托啊，对马祖要多所关注。陈雪生没有对不起国民党，陈雪生没有对不起国家，陈雪生，我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我想拜托院长跟部长你们挺我好不好，将来我一定挺。请颜文清标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主席，本院同仁、媒体记者。还有请陈院长，还有马部长。哎，院委好，院长好。陈院长、马部长啊，人民呐、啊、欠政府的税金吼、啊，还是欠银行的这个逾期。啊，这个利息也好，缴款也好，吼，非但要啊，这个要收这个代纳金利息，有时啊还遭这个倍数吼、哦、的这个罚款，哦，此次我们政府啊超收全民啊这个汽油费，还有我们除了要退超收这个款项以外啊，应该啊加以利息啊。哦，你讲1800cc 以上到2000cc 的小客车，政策的这个应缴6180元，交通部啊却说6210块，多收30块。依据台湾银行73年起每年的这个啊定期存款啊来省哦，政府啊。应退缩超收的这个款项啊，870块利息啊，670块，哦，合计1540块。本席认为啊，其他的车种啊，也应该比照办理。哦，陈院长，你的看法呢？对，我跟那个杨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这个按照公路法27条哈，有汽车燃料费征收的问题。那这一部分呢、哦？刚才那个院委讲得非常清楚。曾经在民国72年的时候，因为有位承办人他计算的数错误哈、哦，就造成说有一少数的1200、2400cc 的车辆有超收的状况，并不是有其他车种，其他车种并没有。哦，那这一部分如果有超收部分的话，那交通部也表示了，他们承认有问题，那愿意退。哦，那至于退的话，刚才讲到要不要付利息的等等哈、哦，这其实牵涉到一个很复杂的法律问题。那我们会请说这个法规单位哈、哦、来帮忙加以研究一下。啊，那这政府就是感觉拢计永远是咧欺负老百姓嘛。哦，红单来寄来，未记人去拿，恁共发一包，那个超过时间，后发2包，后发3包，后发4包，哦，啊，讲拜托讲。啊，过去阮做省议员啦，去讲嘛无效啦。即摆立法委员讲也搁较无效啦。哦，啊，这是毋是讲啊，这点的？哦，这对老百姓会使讲足无公平的。啊，你若唔对，哦，
特型人立诶，过后做时阵来利息型人呢，无要求讲恁爱报数报人呢。哦，最后做时阵呢，阮床卡吼，讲者较歹听，拢用个酸的，用个臭干胶的啦。哦，事实讲起来，你讲哦，做时阵，民意代表立法委员也好，议员也好，无人要引抗去来做啦，拢是人拜托的。啊，这个选民清楚啦，啊，若甲恁讲，拢讲无效；甲恁下属单位讲，拢讲无效啦。还有的，哦，院长你要督促你的这个部会所长，毛部长是袂来，但是以为也阁是委员敲电话给事业单位的董事长、总经理也好，电话几啊点钟嘛不爱回啦。哦，我嘛是选民选出来呢，我选举完了选了真艰苦呢，规街啊路啊那叫职工啊进步啊，爸啊母啊爱爸叫母。才当选的呢，我甲你讲实在，啊，事实人是互相少尊重啦。你若无尊重我，我较得尊重你。啊，我无读册，我看到恁有读册，我能较尊重。但是爱你啦，哦，我想这一点啦，袂使讲啊，干那一以代过讲远，啊，若佫牵涉到这个利息问题，迄要按怎计算？这点吼，本席也没有办法接受。哦，希望这一点啦，啊，院长吼，你明确的。还有一点呢，民法虽然讲规定讲啊，仅这个五年的追诉期，但是这个这摆的这个加缩，哦，以涉嫌啊，讲者较歹听的是诈欺啦，对唔？老百姓都敢那做时阵啊，伫一个哦做时阵啊，这个朝阮的较早住址的旧厝，啊搬去新厝。啊，阮太太可能声音较大条，甲我同款，也无读啥物册，红单也来，超速，红单也来，袂记得落，死啊！人生百万喏，一摆就还阁还两百万喏，我讲还万喏，人也拜托讲，咱来共来咧，人来拜托咱来去共找，啊，家己的发的就刷万喏。所以讲，卖讲互政府，吼、哦，相信毋是干那国民党咧执政，即中间嘛有民进党执政的八年，但是啊。但是啊，这个现在才发现，哦，总共有十四个部长，哦，希望讲啊，伫毛部长，你伫这个你各区前任的部长，甲你即久发现这个问题，一定要妥善处理啦，哦，唔是讲干那啊应付这个过，安尼会造成门面。你看最近，哦，马祖上次毕业啦，但咧官有毛人咧选啊。逐项都要去，台湾已经慢慢衰啊，逐项拢衰啊，你哦，所以逐项都拢要去。哦，我感觉讲这点吼，啊，还佫有，佫有一项吼，有一台车也爱缴牌照税、燃料税、空污费，会使讲一年有百三年跑啦。哦，但是现今许多民众哦，因为这个油价要起价啊，为了节省这个支出吼。相信院长、部长你也看，本来啊，高雄啊，这个这个时阵啊，捷运啊，生意无介好，前哦，一个手油价起价，人唔敢开车的时啊，坐捷运哦，平常时啊，车都无咧使用啊，啊，你讲甲这个使用者的前提下，不过甲燃料税改为这个，是唔是讲啊，甲改为这个啊，税油征收哦。取消原本的这个每公升啊征收的0.2元的空污费，这点院长你的看法怎样？我想跟委员报告哈，既然费哈到底是谁油征收还是谁车征收哈？公路法27条本身没有规定了，那是由这个交通部按去定一个办法来征收办法来做。那这个最重要，我们要看看能不能贯彻那个这个公路法27条那个立法目的。那这一点会请那个交通部去研究，因为这个事情已经长期以来争辩很久了，好、哦、十几二十年来都在吵这个问题，大家很多讨论了。你一样老是金融在服务啦哈，这一点我请那个毛部长来为代打一下，这个看法来，部长。好，跟委员报告了哈。事实上，这个随车征收跟随油征收哈，那就是高速公路的计次收费产计程收费了哈。计次收费不是很精确了，啊，那但是呢，更精确的做法是计程收费，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把系统建好，我们希望下半年开始可以来实施这个计程收费了，啊，是这个方向。然后在这个计燃费的征收上，也可以讲方向上将来应该随油征收了。那但是呢，就是说随油征收有很多的配套措施要做，
好，那然后这个配套设施要做的话，我们现在交通部这边在评估，就是说如果哈、啊、财政部那边的能源税啊在近期之内会实施的话，那我们这个随油征收就会并同能源税那个时候一起实施啊。那如果说能源税在短期之内不实施，那我们交通部可能就会要抱怨说，我们在整个这个气燃煤征收上，我们就要改变变为随油征收。但是这要跟委员报告，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配套措施要做啊。我们说把它并到能源税去做了，避免说动两次手术了啊。那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是最近也是在啊这个了解整个状况。部长啊，这个不是动两次手术啊，我如果讲一只牛剥三年皮啦。三年过了哦，到能源税时阵哦，气燃费那一块拢并到一个税里面去了啦，不会再分开来课征了。你看你这个苹果，你看啊，连续两天啊，今日嘛搁头版嘞，哦，伊讲啊，用三十年的这个油耗值啊，每部车拢超出千年以上。跟公务员报告哈。我就刚才高雄部讲，刚才要认错，唔退钱，吃定百姓，这标题写下大字啦。哦，跟委员报告了，这个就像高速公路的计次收费了，你有各种各样的角度可以讲它不公平了。当然，就是方向上一定是计程收费才公平了。这随油征收也一定比这个随车征收公平，可是它要有足够的配套措施。如果委员再容许我讲一句话的话。民国1950年到1951年曾经实施过随油征收了，后来就是因为整个配套措施不完整，所以第二年赶快再把它改为随车征收了啊。所以这个有配套措施要做。因为你引用50年前的事情哦，这是打比例，我也未去甲你见怪啊。但时代变迁已经无同款啦。这个我同意了。这个完全同意了。对，方向上，这个方向，这铁材比例未。